最讨厌就是这种绝望的感觉。那不是我的问题啊，那他上一把他自摸哎、欸，啊，对不对？你说我积分有成长吗？我也没有 啊， 有啊，我也是在倒退。请坐。给我干。成长我不管，你们这不成长就成长。但你们这些战败国在那边互相检讨干嘛？当然啊，战败国都要互相取暖啊，诸位啊。那、啊、我们战败了，我们好可怜。哇，我的装备上没了。还有啦，还有两个啦。那个已经不是装的样子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想说啥、啊？接你了，嗯，就是狗干，就是你要我的牌也要，我的牌也要，好，没了，你就是我的意挂出来，就这样。没有啊，我的牌也没有，真的没有啊，我好委屈哦，大家都看着我换很好的给小美，然后一直被小美骂，我好委屈哦。屁嘞，干的啊，聊天是把自己去刷单传过来，真的，我委屈你，换超好，我就看留言。换超好的给小美在那边哦，我看明明我换的不错，好委屈哦。明明我换的不错，好委屈哦。嘉颖安安，回头安安哦。哇哦，哇哦，博鱼生日快乐！博鱼是博鱼。早打没事啊，看你待会打怎么办？死去。嗯，真的没事。对，对你妈妈很屌啊。嗯。打碰碰。还有一挂啊。真的还有一挂啊，没错吧？在说自己啊，刚刚。嗯。应该是你打的吧？没记错。我啊。七平，是我打。还有。完了，五秒。我没放红针。五秒。挡什么？不挡。中动自摸，后扯一滑，撞。打。哎。不是，我被别人给让给你，我真的没有啊！我怎么换？红招啊！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尽力了。你不能怪我，小美。我无条件为我也下架。你哪位姐？他问说，倒数第二张牌摸花，玩铁包蹲海底前一张补花的时候自摸，这样算海底杠上自摸吗？因为补花是最后一张了。如果说呢，本来你不是最后一张，你摸到花以后变成最后一张海底，然后呢杠上自摸，这个通常是可以加上去一起算的。但是有些场是不允许的哦，例如说这是牌蹲嘛，那这个是你的最后一张，那这个是补花的地方。那有些人呢会认为说海底的意思是这边啊、哦，就是你摸的地方，这个最后一张叫做海底，那这里呢叫做杠上，所以呢这个海底跟杠上是不能同时算的，这个也比较偏向日麻的规则，所以呢，这个就是看场啊。如果有的话，你就可以加在一起算。好，有任何问题呢，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，我会在下一次的疑难排解告诉大家。喜欢我的影片呢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全球拜。